自己的前脚尖跟你后脚分，两个是一个肩膀关。前脚尖跟后脚分一个肩膀关。然后你的两个脚跟一直线。脚跟是一直线的，右脚跟跟你的左脚尖是一直线的。然后下往下蹲，膝盖内关，对，然后腿要翘。重心是后面九，前面一，所以我只会找前面。好，两个大腿夹紧哦。两个大腿夹，左内关，好，膝盖朝前，膝盖朝你正前面。也是单脚站哦，用你的后脚站哦。好，插到这边，为什么要单脚站哦？飞！好，看到没有哦？飞！哦，这就是要单脚站，压然后下来，哦，压低然后下来，单脚站。